警犬在大家的印象中通常是精明强悍、勇猛执行任务的工作犬。不过他们肯定也有自己害怕的事物，难得能看到他们温柔或私底下的另一面，反而会觉得特别可爱，让人想报警处理。坐在诊疗台上，大汪汪紧紧靠着老爸看医生就已经非常勉为其难。没想到医生叔叔居然拿出更可怕的东西，针筒。不要这样，我很健康，没有不舒服啊，为什么要打针？真的不用了。难怪大家都说毛孩的噩梦就是看兽医的时候不过有主人给他依靠着，就像男女朋友或老公老婆陪在身旁一样，就会感到安心，那种打针的恐惧感就少了很多。网友们纷纷笑说，再怎么威风的毛孩也会害怕打针，毛孩逻辑看不到就不存在。这种反差萌也太可爱了，好像瞬间变成小朋友，躲起来也太可爱。